肩膀放松，调匀呼吸，双手交叠置于丹田。动作开始，两脚打开与肩同宽，身体微微下蹲，双手自然下放。双手先从左侧上捧画圆，在胸前交叉，然后向右侧放下，并重复练习这样的动作十次。练习这个招式时，动作要徐缓，并可以配合呼吸来进行。双手向上时吸气，向下时吐气，身体重心要保持稳定，身体腰部以上则配合双手的画圆进行扭转。然后换边进行相反方向的练习，双手由右向左进行垂直方向的画圆。现在让我们透过动画来做进一步的说明。当双手画圆时，腰部以上以脊椎为轴心，也跟着一节一节由下而上向左扭转。此时可以想象双手画圆的路径就像是地球环绕太阳旋转的公转，而前臂尺骨与桡骨的旋转就像地球本身的自转。这样公转加上自转的形式，仿佛整个身体就是一个立体运行的小宇宙。经常练习这个动作，能够活络腰胯脊椎，畅通经脉，强化身体循环，同时身体扭转也能按摩五脏六腑，提升脏腑机能。动作完成，起身，两手交叠于丹田的位置，调匀呼吸，完成整个招式。